但那一股很烂的，没有我们待会要去的翡翠谷来的漂亮，所以等下你们去翡翠谷，你们去慢慢欣赏看看，我的翡翠谷比它漂亮 N 倍啊，所以呢，我们等下去翡翠谷看。暖身的效果非常好啊。
下一个动作，准备两个两个面对面，互相吐槽。两个要面对面的哦。好，准备找伴了啊！找不到伴的来找我对打。好，两个两个互相吐槽。已经达到我们暖身的效果了哈。好，尽量扣住哦。哎，他真的叫旺旺，他真的是叫旺旺。讲到旺旺，好 ，OK， 哎，真好啊！哎呀，那个拉高一点，拉高一点，对，劳工教育活动，哎，你也进去啊，好，进去哦，来，全部进来喽，一二。好，七块钱不钱？钱 ，OK， 很棒。好，隧道口，等我一下下。工作，没有，那个只有那个什么，那个 F104有限制高度。凄美的故事，我的表姑跟日本的警察谈恋爱，结果被部落的长老发现了之后呢，就因为女孩子不能被除草的，她是神嘛，那就用绳索绑她。丢到深潭里边，只要有回忆就要把它捞起来，结果折腾了半天呢、啊，我表姑完全没有回忆，没有回忆的结果是怎么办呢？是长老就直接指挥了，放，就把它放下去。前面有个大平台在那边等我。好，等一下在前面的大平台等我。
全部都向前直走，没有左岔的路。好，我们这些人是比较勇健的哈，勇开，不要后悔哈，跟着德勇去奋斗了。我们这个叫古道探险。耶耶，现在很骄傲，等一下就开始哭了。哈哈哈哈，等下上去就要哭了。好，一位。市区完了就可以到达美丽的景点。先来一个大合照哦。你看这个水的色泽多漂亮。哇，你怎么攻上来的？你怎么那么强？好啊，很厉害！对啦，对啦，对啦！
3599，3天2夜6599，全包。对，全包。有那个。2天1夜3599。哎，2天1夜。中游不进去打个公关打折。当然了，给你打9折，最多9折。你说。这样子哈。好。OK。所有的 camera 都对向他了。脚可以湿的，到水里面帮忙一下。那个旺旺没出息。没关系啦，你不要打他就没事了。
打干嘛上电视？问题我是多用啊，不是多勇啊。我是好用啊。哇，这几个勇士，二四六八十十二十四十五个勇士。断火嘛，哎，这是万用的，女孩子也可以用。包括你们跳舞的，哎，对了，在第一阶的有没有人拍照哈？在第一阶的，因为我没有拍到哈，所以你们可以分享给我，我的 Line ID 是09721571189。Line ID 啊，09721571189。你只要把照片 Line 给我，我跟你讲哦，你是第一个看到影片的，我一定会直接把影片 po 给你。就是我的手机号码0972，对对，名字上面有09721571189那个、哦，另外一只是我太太的。这个要po到网络上的。OK， 很好。No.